Turn left on I-40. The information. 漂亮。这是印第安的商店 ，Rest Area， 这是石窟，里面就剩雕刻了，没有雕刻。印第安的房子也喜欢红的。这是印第安保留地是吧？这里啊，这也算是纳瓦霍族人的 Navajo Reservation。纳瓦霍。In one quarter mile, turn left on I-40. 纳瓦霍应该让美国人赔钱，杀了那么多人。所有印第安人都可以作废，其实，他比黑人要惨。要赔钱啊，但是没有办法呀，那混的没有黑人好啊。二位等呢，太面了是吧？不是太面了问题，对，也不是，也不是，我觉得这可能用面一个字来概括这个。印第安人好像比较良善，和善一点。这没有关吗？开着呢。这玩意儿不行。嗯。好，拔钥匙。这是他的时刻。这是亚利桑那的 Welcome Center。